少奶奶，老爷有令，你不能出去。嗨，我又出去，在那溜达一圈。一圈，那就这儿几步。一步。哎呦，我求你们了，就让我出去走一会儿吧，我都快被闷死了。 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可是有功夫的，我要是动起手来，你们俩都不是我对手。闪开！少奶奶，你就体恤一下我们吧，你今天要是出去了，老爷非打断我们的腿不可。少奶奶。 你就别想着出去了，老老实实待着吧。不，我就不。少奶奶，你快下来吧，我求你了。你就让我在这待一会儿吧。你这要是摔下来会出人命的。 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快下来行不行？少奶奶，我求你了。少爷，少爷，庄莹，你快下来吧，爬这么高危险。我不怕。就算你不怕，我怕我担心啊。我闷。你，要是你觉得闷，我让一妹妹还有几个嫂子们过来陪你吧。 那你告诉我你想怎么样？我就不想被关在这儿，我要出去。啊，这样吧，如果你可以达到娘的要求，有一个大家少奶奶的样子，我就带你去泾阳城里逛一逛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练习一下。可以。那你快下来吧，快下来。 小心，小心！慢点！哎呦，哇！你呀，真是吓死我了！不高，这还不高。铃铛响过没？一声都没响。 夫君，你回来啦。 你辛苦了，我给你去沏茶。不用了。是。
起来吧，屁股没摔疼吧？我明天继续练。算了，不用练了。不练怎么能有少奶奶的样子？